超特别的披肩上衣，这件呢它是里面做一个背心的设计，所以可以看到我的衣的地方是全加两件的背心的感觉。然后呢它是有锁袖的地方做一个让你外罩的设计，然后它料子超好，就是一个超弹的细针织，非常的亲肤又柔软哦。然后它的面料是比较不容易过风的材质，是很细很扎实的那种，然后整件都有弹性，可以穿到 L 号哦。这件呢我觉得是